现在跟小七去吃晚饭了，今天晚上吃简单一点了，不是吃大餐，是吃小炒。城市生活就是这样子，到处都是人啊。对，要过去过红绿灯这里。小炒是吗，小勇？啊，去那个汤吧那里吧，哦、是吧？上次吃那里串，我也不知道，挺好吃的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里。你有没有开门？哦，开了，它那个是一个小的门。哇！第二次来这里吃饭了。坐哪里，小勇？坐这里。坐这里是吧？对。先喝汤吧，小七。嗯。我。你点了什么汤啊？我点的是乌鸡汤。我这个玉米排骨。好。帮你盛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拿。我自己。来了，来了。小七对我挺照顾的，他去帮我打饭了。现在两个菜已经上齐了，开始吃饭。点了一个牛杂，然后西红柿炒鸡蛋。我在忙点事情。行，你忙你的，我吃我的啊。我已经吃过一碗饭了，小七呢一碗饭就吃了两口饭，太烫了。哦，太烫了，太烫了，吃不了那么快。好，慢慢来，多吃点啊。好的，不惯吧，好了。我都有点打嗝了。现在已经吃好了，吃饱了啊，饱了，我也吃饱了，休息一会，吃饱了啊，小七，饱了，吃饱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买点果吧，买点果回我那边聊聊天。行。说真的，在这个大城市，除了吃饭还是吃饭。然后就是跟着小七一起学习吧，反正每天我能学什么，每天我就是有时间就跟着小七学习，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然后有什么不懂的话我就他会教我，教你泡妞啊。这个还要教吗？不用你教，有人教我，知道吧？爸爸网友教我。你吃过酸野吗？吃过。想吃不？我不想吃。那吃果就好了。啊，果去。